南都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成玉。就是其实我们在解释一个事情，什么是人间路、然后人间路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是做了这么一个事情。是这首路呢是我的 EP 的第二首单曲，是要在自己明天之后发的一首。这个歌呢也是我感觉是这个风格是整个 EP 里边是跟其他歌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有一些律动感，有一些节奏，而且我其实本来想把它往摇滚的做，然后但是对还是古典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轻快的古典的流行的一个这么结合的一个歌，对，风格跟其他的歌都不一样。其实就是这个歌的歌词吧，整个的给我的一个共鸣就是说，就是人嘛，都会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面，会有一些压力呀、会有一些烦恼啊，但是只要跨过去，就是自己的明天。就是因为第一首是自己的明天嘛，是对自己未来的，因为这张 EP 出来，这是我的，完完全全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作品，一个收录。所以这个路呢就是在自己的明天之后的一个，就走过了这条人生的道路、才能看到自己的明天、对，情感表达上自己明天其实是那种比较舒缓的，比较我再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是当时是这么一个制作的想法。路呢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大家只要听得嗨就行了，对，所以大家一起可以一起跟着节奏跨越高山大海的相随，一起这样就是律动就好了。其实我这两年以来基本上是想在做一个能够说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这个古典音乐的一个路径，我一直在寻找这条路。因为古典的东西，你的歌剧啊、艺术歌曲啊，基本上我都有在演唱，有这些作品，但是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能够容易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愿意欣赏古典音乐的这么一个道路。其实这个路也是有这个意思，对，就是一条在寻找一条希望的路。对，两年以来其实一直是在做这个，所以这张 EP 呢有很多的，就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是管弦乐团录制的这个谱底的一个伴奏，然后唱法上呢是流行美声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也没学过流行美声，我只是声乐歌剧系的嘛，这所有的唱法、所有的演唱方式全是自己跟老师们在棚里探索、一直在摸索的这么一个事情，没干过这个。而且这样做一张完全的一个流行美声专辑的，我感觉我是只能听一些安德烈·波切利啊，就是他们的这种珠玉在前的这些作品，只能这么摸索吧。对，但是我之前听的那个鹿的那个鹿的鹿这个音啊，我觉得很棒，确实很棒，就是这个结合我觉得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做成功的。对，这张 EP 整体的一个思想就是这个，就是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这张 EP 能够更加的去喜欢上一些古典音乐。进步，其实我一直就是这么厉害呀。对，对，因为之前干的确实就像我说的，没学过流行美声，都是自己在摸索。你如果让我唱一个歌剧选段，让我唱一个什么古典乐，我们自己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个，那没什么问题。但是，
怎么把流行和美声的唱法结合，然后还能让大家感觉到舒服，然后包括整个的人声和伴奏怎么能够完美的结合，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只能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做，因为没学过这个。我觉得炉火纯青，就大家去听我的EP，好吧，听我的EP。当然也有，就是，还在摸索嘛，嗯。但是我感觉这张EP会给大家交出一个，就是自己满意、大家也满意的一个答卷吧，嗯。就是他们喜欢就好，嗯，大家喜欢听，我觉得这就成功了。